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Cast 的频道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就为大家展示一下目前我收集到的烹饪菜系的菜谱。那么以下菜谱呢都会有很多的材料组成的，那么收集不容易，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同时的话，如果你缺哪个菜谱的话，你都可以从我这里看这个视频能够了解到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了。第一个菜谱是香菜煎蛋，那它需要香菜、鸡蛋和盐。第二个菜谱是疾风炒饭，需要米饭、土豆、鸡蛋和酱油。第三个是番茄炒蛋，番茄、鸡蛋和盐。第四个是糖炒板栗，板栗糖。然后是美味煎蛋，葱油饼，香奶板栗，糖醋肉，蛋卷，蛋包饭，糖醋排骨，地三鲜，蜜瓜柳柳，油条，水果沙拉，咸蛋蒸肉饼，蛋羹，美味清蒸鱼，蜜汁三宝，蘑菇生宁，蘑菇仔，牛奶蒸蛋，肉包子，沙鸡发糕，沙鸡粽子，优质粽子，年糕，沙米寿司，蛋花汤，番茄蛋花汤，沙茶拌面，鱼片粥，板栗烧肉，番茄牛奶，茶叶蛋，红烧牛肉，牛肉面，优质牛肉面，茶泡饭，蘑菇汤，通心粉，角角小面，丰收大乱炖，酸辣土豆丝，凉拌枪手，香菜肉饼，优质蘑菇生宁，雕肉炖虫蛹，沙茶牛肉，酱排骨，虾米凉粉，纳豆酱。好了，这就是我收集到的菜谱。如果还有什么缺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如果我发现有新的话，我也会更新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